南无本师清净光明佛，南无本师清净光明佛，南无本师清净光明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清净光明佛。上次跟大家来分享到《金刚经》里面的第八分，依法出生。我们说到经文，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的，为他人说，其福甚彼。这意思是指，假若再有这么一个人，于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但自己能信受奉行，或全部受持，或部分受持，或只以四句偈受持，又能为人演说其义，为他人说的说是妄说经义，或全部讲说，或部分讲说，或只以四句偈等讲说，令众生听闻本经的演说，进而受持本经，因而获得解脱，这样其福甚彼。指受持演说之福，就胜过前面拥有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的那个人所得福德。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部分还没有全部跟各位解说完，说到四句偈的偈，今天我们就继续再来做探讨。偈是梵语寄托的音译简称，意义是诵的意思，是印度古代的诗，因韵文难翻，所以翻译时或有韵或无韵，特改称为寄诵。印度原文每四句为一偈，与我国绝句的诗类似，每一句的字数不定，有三字、四字或多字一句，每一偈最起码有两句组成，但以四句偈较为普遍。龙树菩萨从龙宫背出来的《华严经》是十万句偈颂，翻译到中国来成为十万五千句偈颂，这是连长文散在内，共32次为一偈。偈有什么用途呢？偈的作用很广，在经典中可分三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是用来简述常行的经义，第二个是赞法，第三个是赞佛菩萨。先来说第一个，用来简述常行的经义。佛典的结集在常行的散文之后，常以偈来简单重复一遍，它的作用是易于学的人记忆。学的人只要背熟了偈，然后再将前面常行的经义了解，背诵偈语比背诵常行文要容易得多。
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师父弘法多赖口口相传其弟子，所以用寄送传法就容易多了。第二个是赞法，就是佛陀每说出一部经典以后，弟子们以偈来请示或赞叹此经的重要。例如，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句，我今从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有时候是佛陀自己以偈来赞叹所说经法的重要。例如，在《金刚经》里面，佛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一例。”第三是赞佛菩萨。佛说了一部经以后，弟子们满心欢喜，对于佛陀说出这么不可思议的妙法，以偈来赞叹佛陀。例如，在《妙华莲华经》里面，舍利弗赞叹世尊而说偈：“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昔来蒙佛教，布施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就是一力。”有时是某位菩萨发了大愿行，法会中以偈来赞叹那位菩萨。例如在《地藏经》里面，世尊说：“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就是以偈来赞叹地藏菩萨。而家师大智山如来圣境寻佛法寺开山祖师全真上人道驾慈航开眼寻空般若妙法，令十方法界众生受到般若正法甘露的滋润，圆满生命最光明的归宿，得到究竟解脱，成就佛道。法观深感家师的不可思议和稀有，也写了一首赞佛偈来赞叹家师：清净光明大如来，威德庄严无伦比，幻德圆满超众圣，十方诸佛为最尊，天降莲华来护持，地涌金莲是世间，四大宏愿不思议，殊胜愿海令成就，金刚妙慧无尽藏，自自舍利演悬空，五浊恶世度苦难，隐迷度觉随处现，饶益一切自在力，善巧方便无有际，护念众生为佛圣，毫光普照遍法界。做了这首赞佛偈，法观有两个不可思议的感应，在此也要特别说出来与大家分享。首先是写完时，我才突然想到，当下写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去注意到干云的问题。另外，我在写当中有注意到第二句
威德庄严无伦比的德，与第三句观德圆满超众圣的德重复的德字。可是当下想，等全部写完再来思考要如何改。记得那天写出赞佛记是星期四，刚好有共修静坐的课程，法官在静坐中深思要如何修改的时候，有感应到菩萨拉着我的右手指，在我的左手掌写字。我很好奇，到底要写些什么？是不是要教我如何改，较为理想？所以很注意在写些什么。结果菩萨写，你写了一首很好的赞佛偈，不要改。因为菩萨指示不要改，所以我就决定不改了。这是当天写出赞佛偈的第一个感应。所以这首赞佛偈就是当时写出的原文，没有更改一个字。当天也立刻将赞佛偈敬呈给上人。第二个感应是，后来有一天在书桌上睡着，突然在梦中出现一位菩萨告诉我，你写的那首赞佛偈以后会放在经书里。接着就现出一本经书的样子，并且告诉我，时间越久，这首赞佛偈越会广为流传。梦里面那位菩萨说话的时候，一直有钟鼓声，而且后来我醒来以后，耳边还一直有那菩萨开示的声音，而且钟鼓声也一直持续着。当时我一直觉得纳闷，为什么梦里面的声音可以维持到醒来还持续很久。我还以为是自己耳鸣，虽然梦里面感觉很真实，但不敢相信有这个福气，所做的赞佛偈会放在经书里。这样的启示还不止一次，在地藏经里面有经文说，听到空中声冤，而在生活中，我也有这样的境遇。我真的在人很清醒，并非睡着的时候，好几次听到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现在还没用，不是以后不会用，你所做的赞佛偈会用在经文里，时间越久，流传越广。我当时一直不敢提，也不好意思说，我所做的赞佛偈会放在经文里的这个感应，所以都没对任何人提起。就因为没对任何人提起，更令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95年法官出家前，我所做的这首赞佛偈被用在佛事法会上，而且早晚课及大法会，这首赞佛偈也被纳入诵经的经文中，这正印证了菩萨对我所开示。我才鼓起勇气禀告上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梦境感应。上人也对我开始印证，那是菩萨特地要让我知道。当时的钟鼓声也有庆贺的意思。感恩上人，因为上人的稀有
与完美，让我有因缘可以做出这首赞佛偈，也感恩菩萨慎重的慈悲，一再给我感应印证。每当悦耳的梵拜声缓缓地在耳边响起，总令人有庄严喜悦的感受。而诵到清净光明佛的这首赞佛偈，心灵上的感动更是难以言喻。清净光明佛的精神，不是这短短的几句话能够做详细的阐述。许多人告诉我，写得十分贴切，他们从中获得非常大的感动和震撼。这样的感动和震撼，源自于这首赞佛偈，是对清净光明佛的精神自然真实的呈现。我自己也觉得，这是我心中对上人敬仰真实的感受，因为也受到了菩萨及圣众在法观清醒或梦中多次肯定的感应。所以希望各位，我们一起来弘扬清净光明佛的精神，让大家更认识和了解清净光明佛，令清净光明佛的精神永留世间，也让一切有缘众生也能够学习并跟随圣人的脚步，勤修悬空般若妙法，进而提升正道。说完赞佛偈的感应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经文。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彼。这里有两个地方，我们也要特别去注意。第一个地方是于此经中，这部《金刚经》昭明太子分为32分，现在才讲到了第8分，也就是才讲了四分之一。这部《金刚经》还没有讲完，为什么这里就说于此经中呢？这是因为在第5分及第6分已经讲到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以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种深奥的道理，能够一念生净性，就已经把《金刚经》圆满的道理给表达了。因为这清净信心，就怕生不起来。若清净信心能生起来，没有不修行，没有不开悟，没有不正果的。在《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个含义是指信是佛道的源，一切功德之母。这是完全打从心里面生起来的。前面第7分是无得无说，已经说到毕竟空法的离体。到了第8分是讲较量福德，可以说是把全部《金刚经》要讲的道理已经讲完了。因为以上所说的道理就是全部《金刚经》的道理。从第9分开始还有四分之三的经文，佛陀一再把降伏妄心、安住真心的道理做进一步的推广开示。这是佛陀悲悯众生地顿不同，为令所有一切众生
都能够入无余涅槃，以不同的角度去陈述，使听经闻法的人更能够契入法的深处，进而真正去受持实现。所以悲心无量一再的叮咛嘱咐，所以这里经文于此经中受持，此经就是指全部的《金刚经》，这一点我们要明白。第二地方是经文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这个四句偈是指哪四句呢？古今有不同的论点，有的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的指一切有为法都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为同白记说，天亲菩萨身都率天，请意弥勒菩萨如何是四句偈？弥勒菩萨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夫大士也说，若论四句偈，应当不离心。而六祖大师在注解四句偈也说，我人顿除妄想，即除言下成佛。所以这四句偈就在于我们心底明了，明白法的归处，并能行持实践。所以这四句偈不必狭义的以为是26分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或是32分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家有明白前面经文也说，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尤其是到了第八分，无论是五言七言，什么记都没有，完全是常文，哪有什么记呢？那么经文乃至四句偈的四句偈又作何解释呢？就是指常行文，不是五蕴的诗偈。四句偈这是极少的意思，是最少的一部分，不定指哪四句偈。如果定指哪四句偈，此人便是着相。如果以虚空为例，万丈虚空是虚空，一尺的虚空也是虚空。又例如饮一口大海水，即使指这一口也是大海水。所谓于大海中取一滴水，此一滴水与大海水同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假如有人信受奉行最少的一部分，便证明此人深入法性，因心无所住，不取于相。因为受持整部的《金刚经》是受持般若，受持一四句偈也是受持般若，所以受持四句偈也见佛的性。因此假如有人受持整部的《金刚经》，或受持一分，乃至只受持四句偈，其福德性是相等，因对义理通达就相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体会，本经的任何一句经文能成就，为他人说也可以说是偈。因此本经的任何四句
接口称为四句记。这里有个地方我们也要特别去注意体会，经文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记，为他人说而所得的福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也是显示本经的殊胜。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节目的最后要来与大家分享家师开示的寄语。上人开示：五佛放好光，道尽众生缘，觉悟一念间，光明已重现。祝福大家福慧增长，万佛法一，万德圆满，万福法官，早日正得菩提，清净光明佛。